先把它扎些骨架来，再根据图纸上那配件来零件一点点的安装起来焊起来。对，安的。安装完了以后再清洗，清洗完了上漆、防锈漆，需要什么颜色的喷什么颜色的，自己调勾兑油漆。 我原先呢是在厂里呢做产业工人，就是那一块呢比较单一，有工装啊什么的，个人负责的那一块和面积很小，没有个人思维这一块儿，挺单一。现在呢，比原先不太一样，但做的时候吧，可以增加一些个人的想法呀，或者是思维的东西加增加里面，有一点从中嘛找到一些兴趣比较好吧。 这样的模型没有看到过，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，原来看到过就小一点的模型见到过，像这么大的模型还第一次见到过，挺喜欢这种模型，跟你朋友拍了张照留个念在这。 展览期间，这个是三四天的功夫吧。这轮都和他合影留念，因为这轮一些布置叫他往上爬，把那东西都给弄坏了，把现在这个线都弄坏了都，哈哈哈！轮都拉不住，简直就是。十行障碍，这轮也不拿不上跟前去，哪一个做的相当好。